然后啊，现在已经回到屋了，妈妈在牢房蒸这个包子呢，再过去看哈，吃点包子。俺仨穿这厚的，烤下火。也冷啊。回来就有点冷。圈儿哥黑的还正，都是黑的，把咱忙活的都是黑的，烫黑的。爸爸这是吃酸菜，还包了几个酸菜包子，里炸的些是肉，弄点红馅。我看你那个啥嘛，搁的我，晚上搁的我肉的是那东方的储备肉。嗯，你爸今儿买的，我说不要，你爸你还买？买我干啥？买点新鲜的。你要是拿我那个也买新鲜的，你要是拿我做丸子。做丸子。啊，弄多还有点还有。我七斤，人家没有小斤，我买个二斤要做丸子的，买七斤的又累条，没气骨。嗯，我是不要我，你把人家买。我告诉我买啥还还是鸡，把牛肉买三百多。买啥呢？买啥牛肉？买个牛头的，我放个头吧，还买牛肉。我还准备给咱做拉牛肉。我在网上都还净着，人家那是黑的，我在网上都净，那个那买只买一斤，不知道还好啊。嗯，49.9，只一斤的倒还给年年多了得来啊。哎呀，你搬家这可买个人，你不是咱都净着嘛呀？忘了，还净的那笔根果、松子儿。忘了，回来都拿。可能都不得，可能都不得来，年头。也是。糖瓜子儿可买多少？你还是个美国都是没人吃，把那花生瓜子儿花生我都拿回来。嗯，你看把那还都搁就没的掉了，是那花生晒还没人吃。这还得多长时间？这五点半就熟了，可能就到了。5:30，现在都5:40了。啊，那肯定。咦，这个不白，这个是。这个皮儿不能干太多的，你啊，嗯，你赶紧接着。啊，我这现在都拿起来了啊。去等会儿，好看。还有一笼啊，家。没有了，两笼。看，五个面可能是恒时间长了。那你是咋虚的？有点发青，这个馍，你看我馍虚不？虚的差不多，好了。我看我有点肥。我们见朋友见朋友。包子这都是刚蒸出来的，在那儿吃着美。嗯。然后还有什么包子？嗯。你这。嗯。这些东西你可不要怕。你给谁回来？城里还有杨梦呗。味儿咋样？味儿没了。你吃酸菜来吗？尝到酸菜？没尝到。酸菜都在锅上。哇，香菜都放在我这里头，在这上，这一桶就是酸菜吧？后头别拖了，嗯，就不卖了。过来。我这后头拖了，我。好，你新鲜，好吃啊。这还有个烤吧，给。这个是烤什么？给。别吃，别吃。这是酸菜，我咋烂了哦？我粘，我盯着烤。我这先做点馍，要不这几个都一吃烂了，都得吃。都是咋一个看还差不多，咱们买回来，你怎么走？
这是个酸菜，酸菜好吃吗？这靠边儿没是个酸菜，好吃。倒点油，倒香油的，倒点香油，可以倒点香油吗？哎，我感觉，我感觉，哦，倒了我味儿变了。拿来了，撂过来吗？没撂。你把我搁前头褶子包的浅点好区分。咋样包浅？咋是抱歉、啊？嗯，就捏尖尖嘛。一会儿给上头拿个啥一扎，扎个几下，我都抱习惯了这。嗯。这都是拿肉皮熬的啊。哦。刚才楼子好，刚才楼子给我和了。这菜咋挺漂亮？切生姜了吗？嗯，我都撇了，撇了。刚才楼子给我和，你走饭给我芝麻和不上来。嗯，一上来就放芝麻包子。酸菜还是好吃。对啊。嗯。你把俺这儿弄的酸菜，我昨天吃的酸菜没味儿，比咱们的鱼肉。嗯。这不就是肉了？嗯。这不就是肉了？嗯，鱼肉有味儿的。都咋是不甜呢？甜。嗯。这是什么汤吗？叫人了，我尝甜。不是十分甜的很，我没感觉。尝试。糖吃少，人不吃糖。
这还能啥不？这不，嗯，我老公那你咋？能上个锅去煎蒜苔啊？你过去，你坐。爸。嗯。